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台。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帮一位广西的粉丝挑一台14 Pro Max 256G 的紫色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这是一台美版无锁的机器，然后电池效率是一个97%的。这台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4000多拿到。为什么这台无锁的这么便宜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屏幕的上方有一个黑点，像这种瑕疵屏市场确实是比较便宜，比正常完美屏的一下子便宜个1000块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会省1000块入手这种瑕疵屏的机器吗？紧接着帮一位四川的粉丝拿一台全新的15 Pro 128G 的原色，这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运营商是一个 XF 的，然后电池100%的效率，充电也只有0次。这台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4500块拿到，像蓝色的和黑色的便宜个200到300呢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哪个颜色呢？下班之前再帮一位广州的粉丝拿一台准新的14 Pro Max 256G 的紫色，这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然后充电也只有1次。像这种准新的机器，市场的参考价是5100块。对比刚刚那台无锁的瑕疵屏，小伙伴们觉得哪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呢？一箱拿到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台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